内科协会岁末联欢晚会在昨天晚间登场，各党大咖们纷纷到场，其中立委高嘉瑜高歌之外又献上煎熬。不止如此，总统蔡英文现场喊希望年终加码，更把气氛炒到了最高点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抓紧机会台上再高歌，出席内科协会岁末联欢晚会，自信满满，唱一首当然不够。啊，如果靠歌声就可以选市长的话，我应该也会高票当选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。煎熬一唱，立刻让冷冰冰的现场当场活络起来。不过，蒋万、吴怡农这双帅对决，现场更是互别苗头。即使面对更多挑战，我们都不怕。蒋万台上讲的慷慨激昂，想不到吴怡农台下不甩，逐桌握手把干净。就连台北上柯文哲不忘来一首招牌歌曲。唱歌唱世界第一定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第一名的？我只会唱，我就刚好会最近练的歌。柯文哲虽然唱的中规中矩，反观国民党同样也不能逊色。主席江启臣携手前总统马英九唱的尽兴，总统蔡英文这话想必最中肯。最近股市很旺，大家去年营收应该也很不错，公司有赚钱的话，年终奖金是不是可以大方一点呢？蓝绿白大咖同场不同台，各出奇招，王不见王，隔空过招，战神亮。记者陈俊贤台北采访报道。